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v i c k Talk。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在刚刚过去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今天加密市场走的确实也是非常差。我们看到比特币在今天晚间来了一波暴跌，从大概四万三左右跌到了现在的四万一，最低的时候甚至跌破了四万一。而以太坊目前也是跌破了两千五，各种山寨币其实也是普跌百分之十。可以说这两天整个加密市场都处于一直下跌的状态。那么灰度又是在比特币现货 ETF 开盘。 之后转了一万个比特币到 Coinbase 里面，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速度，灰度还能转六十一天，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均衡。那么整个 Meme 赛道方面，今天跌的也是比较狠，祖扎鲁、巨魔等等表现也都非常一般。那么特别是像祖扎鲁跌留百分之五十，而各类 Meme 基本上今天走势也非常难看。同时铭文生态方面，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普跌的状态，而基本上几个头部的铭文也是在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尤其是 a r l a n 上的铭文，所以走势。 堪忧，Manta 今天正式上线了币安，那么也是币安上一期的 l a u n c h r o o 活动。那么目前的价格还好是稳在二，但是 Manta 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 bug，而且 Manta 整个链目前还是处于崩溃的状态，所以已经过去了将近有十二个小时多，项目方依然没有完成修复，所以真的我不得不吐槽一下 Manta 的技术实在是太让人头疼了。Tap 游戏方面，今天他们也是正式更新了自己的白皮书，那么白皮书写的比较简单，只是大致的跟大家去聊了一下这个。 这款游戏的一些基本玩法，那么后续要跟大家仔细的做一下解读。那么 X p a 的方面，今天正式官宣了跟 g a s c h e r o 的这个合作，而且项目方的 CEO 也说他们会在下周正式上线 PVP。同时，万会也是非常支持这个项目，来这个官推下面去讲了一系列的这种支持的语录。那么同时呢，我想跟大家通过数据来分析一下 X p 派的这个游戏，目前是买 X p a 的好还是 B p a 的好？因为其实这两个代币目前在社区中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分析。 分歧，那么一派认为 B 版的是游戏，一派认为 X 版的才是未来，所以两者互相撕逼。但其实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想花时间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这为个人见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区块链要数的货币投资风险很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大家点赞,点赞与关注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同时我们有 VIP 资询群，如果你有一对一的 Web 三咨询需求，或者想要获得一些早期的项目资讯、更一些财务密,密码，那么也是欢迎各位扫码付费加群。我们的价格是五百美金，可以永久入群。群里有非常良好的一个沟通与交流的环境，所以如果感兴趣，请扫码费。最近两天整个加密市场走的可谓是非常拉胯，基本上从比特币现货 ETF 开盘就开始暴跌，因为灰度其实一直都在卖币。那么我们看到比特币前天是四万三，那么昨天是四万二，今天又来到了四万一，所以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 而山寨币基本上也是每天普跌百分之十的一个状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市场走的可以都是非常非常差劲。那么其实灰度也是每天在往 Coinbase 里面转入将近一万个比特币，已经连续三天了，今天又转了九千八百多个。所以其实灰度的这个巨大的抛压是造成目前市场下跌的最核心的原因。那么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市场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个人感觉灰度啊，以及说美国的这些庄应该是想要通过砸盘来去。 去捡一些便宜的筹码的，但其实整个比特币的大盘依然是非常稳健的。你看到。 这么大的一个抛压，其实比特币的一个跌幅不算特别多，每天只大概跌个百分之三、百分之四左右，这个跌幅其实是相当可以接受的。不确定后续会不会有暴跌，但其实目前就是在一个博弈的状态，因为美国那边想要获得一些便宜的筹码，所以包括灰度必须要出场，因为它面临着很大的投资人的一些压力，所以呢它往外卖，那肯定就会有一很多人在接盘。而且我们看到今天比特币现货 ETF 也已经成为了整个 ETF 交易市场的第二大的一个。 商品超过了白银，那么第一个肯定是黄金，所以也能看到，其实目前比特币多空博弈的一个激烈程度。其实整个比特币的一个后续什么时候能达到平稳期间，那么可能会是整个市场开始反弹往上走高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可以每天都来关注一下灰度的这个地址，看看呃明天在现货一 t 开盘之后，那么会不会涨？那么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说灰度每天开盘都涨，那可能周五、周六整个市场会有一波小。 小小的反弹，因为其实市场目前还是比较强力的，虽然也是每天在走低，但其实还是表现非常好。那么 m i m e token 方面，今天就比较惨了。我们看到昨天表现很好的祖扎鲁，今天也是直接腰斩，所以确实 m i m e token 的一个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是巨魔其实今天表现还行，二十四小时之内其实还涨了百分之五。当然了，叫它在晚间时候的这根长柱子呢，确实也是跌了将近有百分之三十。那么今天一整天，其实整个的这个 m i m e token 走的都不算特别好。如果说 说，呃，前天晚上的这个暴跌是小事牛刀的话，那基本上今天都是跌的非常非常满。我看到群里很多炒 m e m 的小伙伴今天都亏了不少钱，而且确实今天新的 m e m 也没有几个能够赚到钱的，好像只有在今天凌晨有一两个赚到钱的，别的都是处于普跌的一个状态。那同时，整个铭文市场的走势也是非常不容乐观的。我们看到 B 二 C 二零方面基本上也是没有任何交易量，第一才九十万，那么第二是七十万，同样的。 那之前比较赚钱的几个明文链，比如说这个雪崩 Ever l o u n c h 以及 BNB S，那么今天都出现了将近最少百分之三十的跌幅。那么 BNB S 从昨天的大概六点一跌到了现在的五点六，最低的时候甚至来到了五点五。那么整个的 AVAV 也是从前两天的二点四跌到了现在的一点四，所以跌幅真的比较大。那同时像呃整个比特币生态相关的一些代币，比如说 One Cat 啊、乌龟啊，虽然最近也是有 IDO 出现的，但其实。 整个币价其实走的依然非常非常拉胯，我们看到比特币生态币也是处于暴跌的状态，而且其实，呃，今天 OneK 也是正式上线了自己的 NFT，但是这个 NFT 目前是处于破发的状态，所以走势非常差。 那么来看一下币安板块，那么 Manta 今天正式上线币安交易，那么确实也是处于高开低走啊，那么最高的时候在二点七，然后现在是在二点一七，虽然还在二以上，但是其实有很大的抛压还没有砸出来，那么就是 new Part a g m 的这波空投。我们看到从今天。 这个 Meta 上线必安从大概今天晚上吧，然后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看到基本上，呃，现在这个 Meta 链还是处于崩溃的一个状态。虽然 New Partime 的这个网络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可以显示你的 NFT 数量了，但其实依然还是零不了的。我刚才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看到比特屋要发了一个讯息啊，说 Meta 网络直接崩了，所有的 NFT 都变成零。那么这个是在呃北京。 时间的晚上八点，那么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十二个小时，依然还是十分的拉胯，所以真的忍不住要吐槽一下 Manta，就是所谓的模块化区块链以及高 TPS 和低 gas 手续费，它就是直接崩溃嘛？看来，呃，Manta 是还没有经历过铭文的洗礼，不知道如果下周必然上线铭文之后，在 Manta 链上能不能出现铭文？那么如果说能经历住铭文的检验，才能说明这个项目真的强。所以我觉得吧，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想让我吐槽一下。 因为现在什么都买不了，然后也卖不了，也提出不出去。而且其实，曼塔也是给之前参与过波卡的卡槽拍卖的小伙伴去做了空投，结果这个空投也是领不出来。所以，虽然目前的价格还是稳在二以上，但实际上很大的一部分空投的抛压目前都没有砸出来。我不太确定，就这个空投抛压砸出来之后。 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我个人觉得，大家就可以且行且珍惜吧。这个 Manta 的走势确实不太乐观。那么我也之前说了，就是 Manta 的流通盘其实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前期的抛压肯定是有的。所以建议各位在最近两三天嘛，特别是在这个 New p a r a d i g m 的这个空头领出来之后再看。就是现在先不要着急想要抄底干嘛呢？因为现在是卡链的状态。我估计到今天的中午，应该整个技术团队能够将 Manta 完全。 修复完成，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等到这波空头抛压砸下去，如果你还想买，那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的。但是如果说、呃，对吧，就这个空头的抛压一直持续，那可能这个价格会跌得比较惨。我个人判断，如果明天市场还是一直走弱，而且这个空头又能领出来的话，可能 m a t a 会短时间破二、啊，就像今天一样，其实短暂的时间也是跌到了差不多一点八左右的。所以对于 m a t a 大家可以保持关注，同时奥特莱尔今天也是开挖了，所以如果你想开。 开挖也可以去 BI 边浪车上去看一下。Turn Up 这个游戏终于也是更新了自己的白皮书啊，那么也是不用大家就是一脸懵的往上边踩河边走了。那么其实这个白皮书更新的比较简单啊，基本上还是用户操作手册吧，就教给大家怎么玩、怎么用，然后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基础教程。那么对于游戏中的一些核心，比如说大家关注的代币，其实没有讲太多。 那么这里说了，这个 Let's Fucking Go 是游戏中的这个代币，然后总量啊等等这一系列，然后也讲了一些空投的一些规则。 包括这个 UP 代币等等，但我觉得好像是写错了，因为他说 Turn Up 的这个 UP 是一、二、c 二零治理代币，然后说 Let's Fucking Go 是游戏中的代币，但是 Let's Fucking Go 是有相关总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项目方的一些问题吧。所以第一版白皮书也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所在。那么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会觉得其实这款游戏目前还是处于大户在。 竞争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想要对这个游戏做更多的一些研究，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五二七老哥写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攻略吧，教各位如何批量建小号等等。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Turn Up》这款游戏作为一款 GameFi 来说，对于普通用户的理解难度太大，而且需要人疯狂 C 叉，基本上是头部 QL 的一个游戏，而基本上早期参与这款游戏的。 将近百分之八十 QL 也已经是离开了这场游戏，基本上就是像五二七啊、可乐几位老哥在里边正在疯狂的组成联盟去打金，所以我估计这个游戏后续空投的话，那么这位几位应该是收益比较多的。如果你想参与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包括如果你想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来参与这款游戏，也是可以看一下的。但确实，这款游戏目前并没有传出跟一些大的投资方或者是一些资源方有一些合作，那么我也说。 这款游戏其实也是美国的华人团队来去做的，所以对于这款游戏，如果你要关注，可以看一下。但我个人其实是不太喜欢玩这种比较复杂的游戏，而且这个游戏如果你要玩的话，也是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跟时间。那么白皮树今天才出来，所以之前真的大家都在这个踩着石头过河。那么想今天花主要的精力跟时间来跟大家去来聊一下整个 X 派的游戏相关。那么这个游戏首先今天也是跟 g a s t a r o 去官宣了自己的合作。 那么我们看到，像这个万汇啊等等，也都是为这个合作应该是助了一份力。我觉得这个合作就是万汇来促成的，因为其实万汇作为合一的闺蜜，在整个币安系里面资源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 Michael 说他们会在下周的时候上线 PVP 版本，所以一切都算是一些利好。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来看一下数据，最近整个 X p 派的一个数据表现，尤其是新用户的这个数据增长，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基本上每天也就是一百五十个左右，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够一百五。那么虽然这个原有玩家很多，就超过了他们十二月的这个低谷期，但实际上你能看到这个数据也是目。 目前正在下滑的，特别是 B pad 的方面。其实虽然目前已经停止了大部分的 B pad 的一个产出，但目前 B pad 依然还是处于增发的一些状态。所以整个的这个 X pad 游戏目前就有点尴尬，就是虽然项目方不停的在放利好，但实际上新新用户和新入场的玩家真的是少之又少。 而且，其实对于这个项目，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些比较割裂的事情，就是 Xpad 跟 Bpad 的持有方来去进行吵架。那么，一方面大家看好 Xpad 是觉得作为治理代币，首先 Xpad 是有总量的，然后 Xpad 作为整个它这个整个项目后续收售费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延展，肯定是最有价值的一些代币。那么 Bpad 的一个持有人认为，目前整个 Xpad 其实就是一款游戏，而如果你要玩游戏。 必须要有 B 派的，所以呢，双方其实目前的一个结论是不太收敛的，就是大家都在互相吵架。如果你加入他们的 Discord 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吵得更凶。嗯，我觉得这个吵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其实 X p 派的跟 B 派的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这两个代币大家都去买 X p 派的了，那 B 派的就崩掉了。B 派的崩掉了，游戏就崩掉了，游戏就崩掉了，这个项目的基本盘就没有了，所以就怎么玩呢？我个人觉得，其实目前 Michael 也好，包括呃万惠。 也好，这条思路线应该是把 XI 的去往整个 social e 方向去做，可能会弱化一些游戏。 呃、嗯，但其实站在现在的一个角度 x a 的这款游戏的一些基本盘其实就是游戏。如果放弃游戏的话，我估计社交也很难在短期内去铺开，所以就不知道整个项目方想要怎么做了。而且我也听说项目方又要对这款游戏的一些机制设计去进行很大的修改，那么这个修改可能会在下周的时候上线，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其实目前整个 x a 的修改其实是相当多的，包括他们本来有这个蓝莓，那么现在也是把这个蓝莓取消掉了，所以。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也会跟大家去来及时带一些同步，因为你看到，其实我也是没有卖这个项目的代币的。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项目，而且其实我今天也写了一个呃长推文来去奶了一下 X p a 的。我觉得站在目前的角度吧、啊，就是看了很多个这个 GameFi，呃，首先 X p a 的是目前我觉得基本面、啊，包括游戏体验，包括呃社区基础都是挺好的。而且其实我看到 Discord 里面，虽然大家对于 B p a 的跟 X p 派的炒。 架，但本质上还是能比较求同存异的，毕竟大家都理解这个“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虽然有吵架。 然后也有一些发的，但本质上这个项目的社区还是比较的好的，就相较于其他游戏的一些社区，我觉得项目方其实也是很会设定的，包括 Michael 这个人，他玩的都挺溜的，呃，所以呢，这个游戏是有点见仁见智了。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后大概率是能登陆 B 安或者 OK 的，所以关于这款游戏，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了，目前整个市场走的都不是特别好，包括你看到 x y e 的一个走势，今天最高的时候一点九，现在也是跌到了一点六，最低的时候甚至一点五五。 左右，所以呢，这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上，我也很难在当下的阶段去跟大家推荐啊，你去埋伏什么，买什么比较好。但是我推荐，如果你要重仓位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以太坊赛道。其实，比特币 ETF 通过之后，那么 ETH 的 ETF 的预期就会起来。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嗯，最近包括 ETF 生态上 r a c e i n c o m g 赛道等等都很火。其实我之后可能会出一期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ETH 的这个 r a c e i n c o m g 赛道，包括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像这个 Libra 呀，包括 Presma 呀等等这些上一代的 LSE 产品，包括像 Lido 啊、SSV 最近涨幅都很不错。那接下来可能会有像 Parfer 啊这些新的 LSE 的一些项目上线。所以其实以太坊生态基于以太坊质押这个玩法有。 很多新的项目即将出来，而且这些很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学习了，例如 Blaster 和 m a n t a 的这种空投机制，所以呢，也是通过这种未来给你空投来去吸引整个的 TVL，所以呢，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去来推荐关注一下。当然了，我想说的是，虽然整个以太坊，我觉得无论是 ETF 炒作预期，还是整个 l s e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态项目都准备好了承接大资金，但以太坊上依然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 威神本人的国籍及政治立场问题，包括以太坊上有很多个 d a p 是洗钱非法，包括很多 DeFi，你如何定义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总而言之，我觉得在场内目前 ETH 都是一个利好向上的一个讯息，而且比较有潜力。但是， 如果说美国政府真的想要搞 ETH，就我刚才说的这几条，什么洗钱、政治立场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都有可能对以太坊造成比较毁灭性的打击。呃，所以我建议各位，就是你可以布局，但你要知道可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的一些出现，你要有这个心理预期。总之，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是，在目前整个比特币向会 F 通过之后，其实这个市场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在加密市场中赚的每一分钱。 做的每一笔投资，最终的核心就是要增加你手里比特币的数量。请各位现在就可以以比特币本位来去定义这个市场，你不要再以优本位来记了。因为 ETF 通过之后，这绝对是一个慢牛的开启，这个慢牛可能会持续增长三年、四年、五年，这个不确定，但是。 在接下来的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周期里面，那么我觉得比特币本为计价能够成为你在整个加密市场中的一个衡量。你手里有多少个比特币，可能会有成为未来十年改变你生命的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呢，我建议一个就是短期的涨跌幅，我觉得无所谓。呃、嗯，ETF 通过之后，觉得是一个长期的利好。现在多空正在疯狂的博弈，呃，灰肚子这个砸盘有可能是全部砸掉了，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想要以这种恐慌的方。 方式来下出来，大家的筹码可能就会快速增持。我们看到贝莱德其实今天也是手持有超过十亿美金的 BTC 了，而且正在不断的增持。所以呢，目前的一个市场就非常清楚，请注意我们在加密市场里面赚的每一笔钱，最终请都要回归到比特币身上来。所以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去来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 VIP 付费群，也是欢迎各位扫码付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